月亮，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哪里啊？一个很温馨的国度。在哪？你的手不要捂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捂嘴了会遮住了你的颜值。不要捂嘴。干嘛呀？你今天突然来找我怎么了？我要放假回家了吗？我都说了呀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很温暖的地方。走吧。上车。这是要去哪里呀？等去到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行啊，那我们出发呗。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漂亮？特别喜欢你的黑色毛衣，再加上这个丝带，然后就感觉到你整个人特别的温馨和温暖，然后又漂亮。真会说话。哇哦，今天超美，真的呀！来这边，看房子呀，我的新家。我上次不跟你说我快装修好了吗？带你看一下。对啊，走吧。来，女主人公请进。来，请进。很喜庆吧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兔宝宝吗？我想生个兔宝宝。你有毒啊！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这个兔宝宝挺可爱的。不可以。兔宝宝好美。什么样？我看到这个。很美吧？晚上这里很美的。这个灯全都灯光，对，来这边，不是水系，它是森系的森林，是不是很美？那你喜欢吗，女主人公？什么？有点来的猝不及防。以后就是我们的家，有可能啊。如果说中途我要换女主人公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看你了，也看我，好吧？停停停！哇，你这样超好看，走。吓到我了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小孩子玩的地方。是想的有点远。我们的小孩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童玩区的室内的，你觉得这小区环境怎么样？我觉得绿化做的还挺好看的啊。这里很多，停！你要干嘛？啊，走！那鼻涕冻出来了吗？来，请进。来，女主人公请进，直接进去吧。把灯开一下。需要拖鞋吗？不用。不用。我都装修好了，怎么样？很美，真的假的？很大的呀，这采光绝了。这个沙发呢？啊！